我恨你。这么赚啊？哇！我讨厌。错了，我错了。哎呦，都来，这就真的是叫鸡婆婆了哎、欸！我真的是鸡，我是鸡婆婆。我看到有人上线就来用新的系统，他点餐饿，哎、啊欸，真的，这做人不要这样哦。怎样？答应我们要来，你看现在都几点了？我还是有来啊。哎哎哎，蛮有理的，蛮有理的，真蛮有理的。哎、欸，对。啊啊，有理哦。啊，礼物嘞？伴手礼嘞？都打了拿到了伴手礼吗？对啊。请问要什么伴手礼啊？看你有什么咯。今天是新年欸，初三欸，有没有红包啊？初三不是睡到饱吗？他们都称下集精华为呕吐，是蛮像的啦。所以下集精华到底能干嘛？我找到一堆。当时要做种子用的，可是现在不用了，因为种了一大堆。就是当时，当时我贡献一大堆给音乐的啊。嗯，那是我初期要种的时候会用到，后期已经用不到了。所以是你那个模组种东西的模组要用的。对啊，它每一个东西都会掉哎、欸，我一直以为是打怪会掉啊。对啊，你怎么那么鸡婆啦？我想说我要做好事，因为就是在你那边用太多东西，你真的是顽皮熊猫哎、欸！用错、哦，不，你是调皮熊猫，你不是顽皮，被气死了。用错、哦，以为是做好事，结果是帮得到忙 啊, 啊！看来这个月不是我的月，哪个月才是你的月？允月吗？不是，是想太多了。哦哟，到一个皮革装就可以烧一个皮革吗？到非洲每过六十秒就过一分钟了吗？你杀一头牛也有一个皮革。我挂机有皮革啊。好啦，我去帮你杀牛啦。不要了啦，我皮革很多啦，只是怨恨可以吗？怨念，怨念。我好恨杰克竟然现在才出现，独角兽还蛮痛的。不要恨，我可以过去抓他吗？你可以来啊，可是很难遇到哦。你可以过来，那你可以遇到的时候再叫我吗？遇到他就看到我就攻击我了，而且我现在要你大叫，我马上 TP 你好吗？这就是暗号。好啊，好，八等，第二套组要八等吗？嗯，那我可以先大叫，让你来先看一下其他生物吗？好啊。啊！没有，这不够大声，不够大声啊！要加个要求柜之类的。我在大叫旁，那个邻居会抗议。哎、欸，你在工作室了、哦？已经有一户有一户邻居到我回去了、啊嗯，有一户邻居已经搬离这里了。哇，你这么棒哦！再来多叫几次。不是我们，好乱讲的。被叫走了，快点快点，他快接近我了，快点！等一下，我在做套索了。可是我觉得你这一只虽然这只不是独角兽，但是你应该也搬不走了，因为玩家在不同维度无法传送。白衣，没关系啊，我可以回到 home， 然后再把你带过来。啊？可以回家？我会不会摔死啊？不会啦，你跳好就好。但是你记得哦，身上的一些重要东西，请不要带在身上，谢谢。我不要，我不去了。带在身上。就是要待在身上，我不去了。你为什么来一下、啊？好玩哎、欸！不要。问杰克说很好玩，哎、欸，我都回来了。结果你说不要。我有等级，我有经验，我有宝石度满的哎、欸。你把它存起来、啊。宝石度怎么存？你教我。不是你有没有 home 键？我有 home。那你就是要回去的，你就小心不要摔到虚空，然后要回家你打 home 键回家就没事了。不是啊，哦，是往虚空摔下去是吗？不对哦，可是对啊，你在想什么？要先 drop， 没关系 啊, 啊，你要相信你自己啊。我不相信我自己啊。我觉得你可以啦。这伺服器有内格，有延迟哎、欸。没有啊，这个我的这个已经设计好，走下去有、啊、什么都不动就会掉到洞里。如果我死掉的话嘞，那就是你在乱动。我没有乱动，你身体乱动。我身体没有，我很老实。你很老实哦，我没有乱动身体。你看我这么顺利，我又进去了。你又进去了，好。你不老实，
很老实、啊。这死亡貔貅猫。还有，貔貅猫，好老实。哇！哎呦，到底有没有用啊？唉，独角兽快出来！独角兽，哎，我要怎么把铁桶的东西抽？铁桶的经验抽出来？铁桶的经验抽出来，用导管吧，一体导管嘛，对不对？嗯，好，杰克，杰克关麦了，又来了，杰克又啊，干嘛？你是在讲电话？没有啊。那你为什么要关麦？我刚刚 tab， 我刚刚按 tab， 不小心按到空白键，然后空白键的时候就关麦了。电话，没有电话，有怎么会没有啦？没有啦，你太客气了，不能因为真的，因为你太客气了，不要当什么单身贵族了啦。就讲电话就讲、哦、单身贵族是什么鬼啊哎呦，为什么独角兽还不出来啊？因为你没有彩虹的力量。那你要不要来彩虹一下？我没有彩虹的力量。你来这边，你是粉红色的力量。哦，你是粉红色。没有，并没有。不要瞎掰好吗？所以你是春风哆瑞咪吗？什么是、哦、你不知道吗？就是霹雳卡霹雳啦啦阿娘维啊，等一下啦，霹雳卡霹雳啦啦阿娘维啊，等一下啦，对对对对对，哇，你领悟的真好。我过滤器还没放上去。哎、欸、好像押韵的，霹雳卡霹雳啦啦阿娘维啊，等一下啦。对啊，有押韵啊。哇，你领悟好棒。哎，双押很会，嗯，粉色珍珠音调，哎、欸，不同了吧？哎哎，放尊重哦，路亚，我说他是不同的，我没有说不尊重好吗？路亚公主，他讲路亚，开走。哇，这个才不尊重吧！哇，哇，哇，你是说不能太大声吗？那刚才一句啊，对哈，拍谁拍谁，我也要揣摩。皮卡皮拉拉，波音蒂娜，波音蒂娜，那个美人鱼的波音跟蒂娜，白痴哦！不是啊，你们。如果有看过某几集，就知道他们一整集大概一半都是这样啊。你还是放尊重一点哦，你放尊重一点哦。真的是互相叫，还叫对方名字哦。叫什么？就是路亚，路亚公主。你放尊重一点哦。有啦，我很尊重他啦。我超这个差点呛到啊！你说出来那个声音跑出来吗？啊对啊，你那算我自己做好了，不想靠你了。谁靠谁？不跟你讲话。谁、啊？啊、没有啦。那叫什么导管啊？传输节点。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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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你有多的话，我就跟你拿。应该是有啦，你可以开看看有没有箱接通。哦，我昨天半夜为了找冰块，想说我身上没有丝绸之处，然后从杰克家找到三个冰块，想说啊缺一个，然后就到处找音乐家没有冰块，嗯，然后再找。我觉得是后山一大堆啊，我没有，嗯、我没有丝绸之处啊。哦，你没有。然后昨天就跟贼一样到处找，哦，终于找到哈基家有七个冰块，嗯，我就带走了，我做那个。那个叫啥？平可炉子要用的。你说那个智能智慧？对对对对对。有、嗯。找那个找半天。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异世界的怪物升快一点啊？升好慢、啊。你要不要用那个凋零的东西过去？他们说这个撒在地上长很快。强制它成长。
就是那边会变成好像福地之类的，所以那边、欸、等一下，我想问一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哎，等一下、欸、那个雨月，你那个东西有办法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种吗？要看，基本上基础元素都可以种。你先讲，你要什么？我要独角兽的角。我是觉得应该是不能，应该是不能种啦。不过你跟我讲一下，说不定他有其他配方可以合上去啦。我要想要独角兽的角。你知道独角兽的角是装备魔法卡吗？啊、真的吗？对，游戏王的。居然。你又没掉脚哦，气死我了！好，反输点，红死红死，反输。好，那发现你刚刚是说什么？你是说我说什么？你说什么？讲的啊，路亚、啊，你说那个骷髅骷髅头啦，什么腐地什么鬼的？哦，就是凋零骷髅会掉一个很像灵魂的东西。嗯，哎、啊，就对，好像草地上点油精会增加怪物加速生成吧，还是什么的？可是这里，你就带草过去种啊。哦，路亚，哦，可以试试看。路亚，不要把我推。没有没有，路亚是没讲话的那一个。对，就现在没讲话吧。他是路亚。啊，不然谁？人家说哈我吗？没有，哈哈，完全不想要讲。整天聊天的内容就是说哈我吗？哈哈啊，哦。好哦、啊！感谢礼物，有体、哦、好，我们去导经验，导经验红。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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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尝尝看。你要试试看那个方法吗？没有没有，我先查一下那个有没有别的做法。哦、oh. ，再来是钻石，敢种耶？钻石，这次蜘蛛好玩哦，打火一下就抬头回去啊！拜拜，那谁是海斗？我不要，我不要当海斗。你想要谁当海斗啊，路亚？路亚选择沉默，路亚选择死亡。哇！等下路亚又摔死了。谁是路亚？你呀、啊，你是失忆了吗、啊，美人鱼公主？对啊，你失忆了吗，美人鱼公主？对啊，我失忆了，我失忆了，失忆了。对啊，凋零的灵魂不是可以？你们刚刚不是就是说影响那个范围，只要不要。感染所有的草地就好啊，隔离起来就好了。还是我又记错了？你又记错了吗？还是我理解错了？哎、欸、哎、欸，可是我一直很想问个问题啊啊，这个珍珠美人鱼啊，它最后路亚跟海斗到底是就最后就在一起还是没有？动画是有啊，有分哦。我记得动画跟漫画，因为动画到后面跟漫画好像是不一样，分歧了是不是？嗯，好像很多都很爱这样，对不对？对啊，可能就是作者不希望他们在一起，或者有的没的。但是动画要给个完美 ending， 不然小孩看到会哭。对啊，拜托，这出美人鱼哪适合小孩看啊，那边亲嘴巴，啊、真的在那边亲嘴。很多动画都好不是做给小孩看的、哦，在那边撒狗粮，是被优化变成小孩看的。对呀、啊。嗯，你看一个男生要、哦、那七个女生在抢。哎、欸，人家说失忆的是海斗才对，完了、啊、难道是我吗？海斗吗？难道是我吗？啊，不要！其实你失忆了。没有没有，我都想起来了。你都想起来，那你想起来了什么？你儿。因为我的印象好像印象中就是好像是海斗是大魔王是不是啊？我有点忘记了。想问一下、哦，这个恶魔桶，阿鲁在做成恶魔桶是干嘛的、啊？是把它变成空桶吗？就是它可以再放在包包上面，又变成一个恶魔桶。桶子啊，放在身上又变成一个桶子。桶中桶，不知道。有啊，珍珠美人有漫画啊，它是少女漫画、欸。
扶不起来的阿斗，自己的海斗，扶不起来的阿斗，扶不起来的海斗。你怎么了？你又怎么了？没事。你为什么笑成这样？笑得这么开心？现在时间应该是可以讲这个，可以吗？我真的要讲。你说啊，你说快看啊。反正我的台，我刚刚听成说起不来的海，好惨哦，起不来的海斗。哎呦喂呀！哎呦呀！这个这样子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说啊，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以，是可以的啦。往这边，哇，这恶魔桶看起来好，好恶魔，好不恶魔？哎呦，不要说都不出来啊！一定是因为我讲了一些恶魔的话，你这些恶魔的话语，有吗？我又用错了吗？哦、有，好慢哦！哎，对啊，可是不得不说，坏人唱的歌都还不错听，是真的。哎、欸，不好说。第一次的黑美人姐妹花有够难听的，好像是，对啊，就是不知道你唱什么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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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都还记得、欸？我是没有在看，我不知道啦。哇塞！这流体流好慢哦，还是我要啊？我在啊，刚刚教我的、啊、我都有学。来来来，我们去楼上。都学得好，好的。我们去楼上，我们放加速嘛，对不对？去楼上用加速的。加速的到底是哪个道具啊？200的抽当然慢啊，放堆叠升级吧。嗯，有，我有学到，我有学到。哎、欸，我跟你讲哦，里面最偷懒的歌是那个蝴蝶小姐的歌。蝴蝶小姐谁啊？你不知道吗？有点没印象。蓝蝴蝶小姐叫兰花。嗯、啊，算了，你应该也不知道。没有，你唱一下歌，是不是？是长得像就蝴蝶啊？女的男的吗？不是，那个是蝙蝠小姐。是蝙蝠哦，好。等一下，你是说坏人吗？坏人、啊，他就是穿中国旗袍。嗯，那、啊、他的歌是怎样？你有月色凄美的夜晚，兰花的芬芳香味。哦、oh, 欸，可是那首为什么会觉得偷懒啊？你自己唱完这十首歌，歌词就这样而已，它都是间奏很长。哦，真的真的，你相信我。可是间奏很长，就代表着美人鱼要配的台词比较多啊，因为他那边替补，你就一直叫啊。对啊，干嘛？啊！不要再唱了。我的头脑要爆了那个音乐跟繁星在直播黑暗的巴洛克对 啊, 對啊就他们这两个人唱这个比较好听啊刚刚哲平默默走进来然后听到我在其实你在惨笑你没事吧你怎么了有啦没有我觉得他习惯啊、可是我觉得兰花歌还蛮好听啊，可是很偷懒啊。奇怪吗？还好吧。太奇了。是不是堆叠升级还在加、啊？要好慢、哦。堆叠升级不用啊，堆叠升级一个就好啦。不是，我在传一体。哦。加加看好了，加加看看加加。看看哦，跳跳看，选选看哦，跳跳看哦，我说你跳跳看哦。哦枯公，你在乱射啊！喊僵尸神奇器要去打你啊！你又射到一只了，枯公，你在乱射啊、哦！对啊，好多音效包哦。又是在反抗名库乱叫啊！堆叠只能放一个、哦，好吧、哦？加速不放吗？加速也可以哦。加速放四个啊！它上面写的、啊。我以为可以，最多四个、啊。我以为加速放流体没有用。哦，对不起，好有感哦。要不要放个加速看看有没有用？我玩过这种，那酷狗真的在作死哎、欸！一直射到僵尸，僵尸一直转头去打他，那酷狗又在作死哎、欸，真的是，特别打死了啦！
好多僵尸哦。欸，太多了太多了，你们太多了。对啊，新罗跟沙罗都不用麦克风，超强。直接清唱欸。好了，就完一通了。叮。嗯，这期没得关。好吵啊，你们好吵。对不起。不是，我说僵尸。我的朋友每次就在路亚海斗，就像恭喜你是在扮演泽平吗？我朋友有事每次就在路亚海斗啊。